谢谢，欢迎各位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由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今天世纪大同框，我们请来了五位现在最受欢迎、作品最热、大家最喜爱的五位男生来到我们快乐大本营的现场，我们首先欢迎他们。欢迎。这段时间都是他们陪着他们的作品，哎，对啊，都让我们买了会员，买了会员才能提前看。对，首先请一位是第一次来到长沙，我也是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眼睛比我还大的男人，我们欢迎杜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非常高兴来长沙，然后看着这个节目长大的，转眼大家都没有变。我也是看着这个节目长大。我想问你和燕燕会在家里带着恩哼看快乐大本营吗？看，他最爱看这个咱们的节目。真的？对，他就看着傻乐的。好，另外呢，就是每次来都有不同的作品，有的时候是电影，有的时候是音乐作品，而这一次呢，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，而且呢，带着宝宝到各地去历险，去完成任务，大家喜爱的越来越帅气的吴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尊。这一次非常开心，再次回来这边，然后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我能看出小朋友对你非常依赖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尤其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。可是我觉得父母亲在他们身边是最有安全感。安全感。但是你那么忙，你有时间陪伴孩子吗？做一个人形立牌啊。应该是一个抱枕是吧？抱着爸爸睡。今天来快乐大本营轻松一下，好好玩好不好？对对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前两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张照片，就是这位来宾之前来到快乐大本营的那个样子，现在他又来了，这么多年，这个依然这么的帅气，而且今天穿上这个皮夹克特别的显瘦，穿了一双潮鞋，特别的显瘦。我们欢迎我们亲爱的潘老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潘老师又来到了，好好看呀，白夜追凶，一个很厉害的剧。你今天是以这个红雨的身份还是红枫的身份？我让他们哥俩在家待着，我让老三出来。所以那个今天上大本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吗？当然会有不一样感觉，首先就是特别欢乐，上来就快笑得我肚子都快疼了。再一个，我也想向大家证明一下，其实我没有那么胖，虽然长沙东西很好吃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潘老师，我们欢迎潘粤明。接下来这一位膨胀了，膨胀了！哎呀，天哪！我大电影明星，没有，我真的是在想，我真的在想，如果我是一个20亿以上票房电影的女主角，我是什么样的心情？就那我们就好好问问一下艾伦何老师啊。票房那么高之后，出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？哦，那我真的得感谢修婷，要不然我站不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对对，然后也跟不了四位哥哥一块上这个节目。四位哥。有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别当真，因为是小，小哥哥呀。哎，我们站起不像一个年龄层次的吗？艾伦，你跟杜江谁大呀？我小。你哪一年的？我83年。我85。咋的？我87。好，那小白再一次来到快乐大本营，最近小白在拍一个很重要的作品《黄泉》。里边除了他，还有这个陈坤和倪妮，拍得非常的精美。我们小白也是挑大梁，好不好？期待小白的作品。接下来就欢迎小白再一次带来他的 rap， 好不好？要！不！要 jump B， 要！嘿，来吧！没有了，今天没准备。在实验室里做实验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。接下来我们小小的暖身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个大家来诠释一下这个一人分饰两角的这个功力，因为知道有的时候在作品当中，你比如说像潘老师在《白夜追凶》里面一个人演双胞胎，而且个性和立场都完全不一样。都是那种细节的东西表演。对对，你比如说我们请潘老师，你先来做个示范，你往前一步，我们给你一句台词，别紧张，潘老师，给你一句台词，你用这两个双胞胎的不同的感觉。
先用关宏宇的感觉来诠释一下这句台词，好不好？导演就是为了蹭热度，说的是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关宏芳可能就比较那个阴郁一点吧，对，大家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哎。全台就一个女的在那边，太吓人了！你知道我和海涛两个人跟一扇门一样。这有谁？好，关宏峰的女朋友在这边，那关宏宇的可能是在那边哈。来，我们好吓人！好，换关宏宇。大家好啊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哎，你看什么？哎呀妈，咔咔的。而且怎么有潘粤明、吴昕热搜，好吧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下面我们沈腾沈叔叔、易烊千玺和狮吼功合二为一，看过的朋友说出那句台词是：过来，你过来呀、啊！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，将两招绝学变成了一招。你过来呀、啊！先用谁的？先用爱迪生的吧。啊，好，爱迪生。爱迪生就是，你过过。对，他对他有点大吹的影子。对，拳击运动员的那种彪悍。彪悍。好，下面是马晓。马晓就是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。这骗得好恶心。你好像更喜欢演第二个。你很享受那种颗粒式的细微的表情。来。好，我们点那个小白来一个好不好？白敬亭的。以上的台词你自己挑，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诠释出年龄感。我还真不知道老大爷怎么介绍。老大爷说这是我女朋友。你应该说这是我老伴儿。对，来了啊。我们家老婆子，我们家老婆子。你说就说，你别乱比划。这个不将脸都红了。然后吓我一跳。然后年轻一点了。年轻一点，时尚小年轻。这有媳妇儿。哎，讨厌。这回指对了。我想看吴尊演一个给两个小朋友喂蛋。这样吧，要不尊哥演吴尊，我演他孩子。哎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演那个不是他们是爸爸去哪儿？我演那个不吃饭的。对，患难之交，都出生入死。你演我儿子吧。我可以演两个，那演我女儿再过来。那你先吃这个。不要。OK， 那今晚你自己睡，我不要跟你睡了。你要不要吃？要。弟弟，吃这鸡蛋。我不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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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，那我今晚不跟你睡。要。OK。蹲下去很困难，其实。快点啊，很累啊，很累、啊。姐们，你们是先喂呀、啊，还是先饿呀、啊？不是，你先把这事儿弄清楚。我是你先饿搞的，兄弟。怎么啦？怎么都不吃鸡蛋啊？你是男生，要吃鸡蛋才会有肌肉，不然怎么照顾姐姐？爸爸，我不是男生。白生你了，爸爸，我不想吃，不吃鸡蛋，不吃鸡蛋，我就不陪你睡了。我吃。你不吃鸡蛋，我也陪你睡，好不好？好。为什么差别那么大、啊？男生嘛，就是要穷养，对不对？女生要富养一点。哇，那个脸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如果那个恩恩不吃你，比如说，那我来演，他演很好吧？他演很好吧？我观察了很久了。不喜欢吃什么？不喜欢吃巧克力。好，我真的假的？对，哦，他们节目组老拿巧克力哄他，在他不高兴的时候。对，你先蹲一会儿，然后。好，来吧，爸爸，我不喜欢吃巧克力啊。我不喜欢吃巧克力啊。他声音很粗的。我儿子怎么是这样？是这样的。我不喜欢吃巧克力啊。那个姐姐是导演组的，她安排吃巧克力。你要不想吃呢，你就亲她一下，求求她，说不定你就不亲了。不是，说不定你就不吃了。去吧，让你亲。
我儿子为什么歪？你必须要吃，吃巧克力才能长高。你喜欢吃，你就吃多一点啊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。他有讲过这句话，孩子逼得太紧了，你喜欢吃就吃多一点啊。你刚才发现你儿子歪的是不是？刚才吴尊演的时候，欣欣在那边演。没有，因为他。我代表妹妹投诉你，嗯，可能他很多动作的，对，他喜欢说你喜欢吃你多吃，对，是是，我觉得刚才大家演绎都非常的精彩。其实有的时候在一个瞬间里面转换自己的角色，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难度，但是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。我觉得刚才那个有趣的画面，我们都可以，其实可以上传到这个内涵段子 APP 里面。这个呢，里面有非常多有趣好玩的这个搞笑的内容。但是我觉得其实我都不用在快乐大屏给大家介绍，因为内涵段子是一个2亿人都在玩的搞笑视频的这么一个，就是随便叫几个人出来，其中一个人就在玩。就像一看微博一刷，那些好玩的短视频就会出现那个4个字嘛，那个内涵段子，所以很熟，大家都很熟，因为有2亿人都在这个搞笑娱乐社区里面在玩，不但是上传自己内容，而且很重要的是有很多神评论也非常的搞笑。是，我觉得不仅有海量的这个搞笑的视频，还有脑洞大开的这个神回复、神评论。而且呢，都是一针见血，让你好笑得停不下来，所以大家都赶紧下载这个内涵段子 APP。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的所有的男嘉宾要注意了，今天虽然只有欣欣一个女生，但是等一下我们会请出一个评审的队伍，然后大家一定要活跃自己的思维，活跃自己的脑洞，要分成2队来进行神评论大比拼。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神评论大比拼要开始了，看看谁能说出最好的内涵段子啊。我们今天请了5位评委，其中一位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吴昕。是我是吧？你好你好。好，另外还有4位呢是学生朋友，我们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。首先从今天这个装扮很特别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建岳。马建岳现在在国外留学，然后呢，他自己也在经营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奶茶店。对，在成都，大家有空过来都给他打88折，多点呗。你使个大劲儿，我觉得大家来免费喝是88折。好，谢谢马建岳，请坐。下面一位呢是夏夏，来欢迎夏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夏。夏夏其实很厉害，夏夏的服装店销量特别高，她穿过的和推荐过的衣服都是爆款，是不是？我们搜夏夏就可以找到，是不是？美美的夏夏，美美的，自己说还是有点害羞。还是好，双十一哦，有没有折扣？88折。那接下来马思超 ，Kid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do 马思超。那个，你在哪个大学读书？哦，我在那个美国罗格斯商学院。罗根斯，是不是导演跟你说不要说英语？对，再来一遍，你是？我在美国罗格斯商学院读大一。好，欢迎你。下面一位呢是这个很厉害，参加过佳佳跟那个吴昕的节目爱因斯坦，然后呢也参加过我主持的节目冉高明，欢迎冉高明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冉高明，欢迎。超厉害的，他超擅长吵架的，真的。那今天的规则是这样的，神评论情话王游戏规则，吴尊、小白、海涛、维嘉一组，艾伦、杜江、潘老师、何老师一组，2对一字派代表回复女生的刁钻问题，若评论不能使得在场5位评委满意，评委将捏响手中的惨叫鸡以示抗议，若满意则记1分。究竟谁会收割场上的少女心呢？欣欣，以你的过往的经验，你觉得2队你更看好哪队？看好哪一队吗？嗯，现在不好说，因为2队每队看起来都有坑。那这个东西，那我就想问问那队的坑是谁呀？那边目前这哪好说，新朋友你说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坑是？也是新朋友。好，我们就拭目以待，因为新朋友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，好不好？我们首先呢要请出第一位配合我们这个神评论的是夏夏，我们来看看你要接招的题是什么。女朋友非常生气地质问你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竟然忘了。这时候你说，夏夏，你想从谁开始？你可以点海涛吧。啊，可以。稍等一下，这位带货王，你选男人的眼光是
先从便宜的开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心脏很疼，感觉无法呼吸了。进货进贵了，免得砸在手里面。海涛的闯关开始了，准备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，别着急，一会儿有个男的先说两句，你再说。好，来开始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，这会儿可以说了，夏夏。开始了，夏夏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夏夏，那个男的在吗？夏夏。预备，开始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忘了吗？这时候你说。我没忘啊，今天是双十一，你的购物车我已经帮你清好了。清空了那叫，那叫清空了。请问清好什么意思？排好顺序是不是？排好顺序是他自己买单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清好了是哪几个买，哪几个不买。哎，杜江有神评论，他说海涛说清好的意思，帮你都删了。听好了，好，刚才陆陆续续反过劲儿来，全员都反对了。我们首先问一下马天悦，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不过关？既然要买东西，为什么要等到双十一？等会儿，赶上不花你家钱了？你说的那么狠呢？换下一个，好，夏，他们自己来吧，自己来。真好不好？吴尊，他选择了吴尊。好，吴尊，你选了吴尊，那吴尊你是第二便宜。他开始选，我就说千万别选我，要不是第二便宜。不是，嘉哥他选完吴尊之后，他有那个羞涩的笑，一会儿看到你，他有没有那个羞涩的笑？好，来，准备开始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忘了吗？这时候你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真的忘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都忘了？是什么日子？我依稀记得是你们认识一周年，你们认识一周年嘛，对不对？十周年，十周年是很重要的日子。可是我有哪一天没有当着他是十周年？哎，你们看傻了，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 OK。哇，恭喜你！这可以，这可以。好，接下来换我们这边了，我们这边派艾伦，好吧？好吧，艾伦，你可以吗？我是我们这边最便宜的。艾伦哥，咱俩一个价，艾伦哥。对我来说一点难度都没有啊？怎么说？就像何老师你刚说那内涵段子，我也天天都在看。哟，两亿人啊，在上面神评论啊，而且都是脑洞大开的评论，而且还有视频，还有图片，我应付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来吧。这波特别自然，特别自然，做得好，做得好。来，准备。不能看颜值打那个回绝我。嗯，夏夏你看我干啥？夏夏你看羞羞的铁拳了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来来。夏夏最近忙，这是一部特别好的备货，双十一要备货。我可以请你去看。准备开始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忘了吗？呀啊，抽抽是什么？我觉得这就够了，那够了。哎呀，是怎么咬的舌头了吗？这是什么表演手法？大本营现在继续。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准备开始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忘了吗？是怎么咬的舌头了吗？这是什么表演手法？哎，伦哥，呀，这后面都没事儿。对呀，我说那么长段都不行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夏夏，收住 ，hold 住啊！来，准备开始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忘了吗？这时候你说，呀，这么多人呢，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？我确实是忘了。没完，别捏，没完。
黑说不好，要不我没法往下接。好，他说不好，说不好不好，对，那就别怪我，我就忘了不行吗？哎呀！好不好？哎，我过了，过关，成功复原。这个可以说非常爱迪生了，这个表演。小白来一个，小白来一个。我比较便宜，教官。小白，我准备上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开始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：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忘了吗？这时候你说：我忘了，忘忘。你忘了就忘了吧。刚才是咋了？但是你们快捏啊！不是，只有很可爱呀、啊，我就很可爱呀、啊，这个。其实开始只有吴昕一个人捏了。你看夏夏最后你其实是觉得是 OK 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欣欣跟那个 Kido 觉得不行。我真听不懂，他跟我说旺旺，我说装什么装？今天我尽力了。不是这样，可能卖萌只对少女有用，对吧？欣姐，是不是突然觉得可以接受了？我突然间就懂了。哎，欣姐腿盖好一点，老寒腿。夏夏来一个，夏夏，夏夏来，开始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：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忘了吗？这时候你说：哼，今天什么日子不重要，明年的今天。哎呀。就是我们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。哇！你这个不能被埋没，你太棒了，是不是？何老师，你肯定有准备了。我让杜江来一个，杜江来一个，来一个完美收场，肯定有。来，准备。女朋友非常生气的质问你：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这时候你说。自从遇见你之后，我就变成健忘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这怎么是傻了吗？什么意思呀？陈月明，你的药再给他，你的药分他两颗，能不能表述清楚一点？很重要，重要。是时候进入到下一题了。何老师，你有吗？我来一个嘛，来一个。我那个跟吴尊是一个意思，但是我可以演一下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忘了吗？对呀，我怎么会忘了呢？会不会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每一天都很重要，所以重要的日子也显得不重要了呢？我拉东西了，我把魂儿拉你这儿了。你眼里的我比昨天更爱你了。你素颜的美只准给我一个人欣赏。东西弄坏了先不管，你把我心爱的女人弄哭了，这笔账怎么算？但是明年的今天也是双十一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神评论大比拼了啊！大家也可以到内涵段子 APP 上去找同样有趣的，不管是段子也好，还是神评论也好，有两亿人都在跟你一起搞笑娱乐社区里面同时寻找快乐。我们再一次谢谢马思超、冉高明、笑笑、马建岳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世纪大同框有两层含义，一方面呢，就是我们请到了目前最热、最受瞩目的五位来到现场，但是呢，今天有一群孩子呢，真的是像本世纪的孩子们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看这群小朋友来挑战我们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 TF 家族。不限量的蜜
超能力，轻功伤悲，有我在甜蜜几分的翻倍。孤独你别想作祟，无聊全都作废。他们说是为超人会很累，但是没有挑战真的太乏味。生活在笑的感动和赞美，是你让我不后悔。我没有天生无敌的能力，但却有最单纯的勇气，把所有热爱写满日记，欢迎奇迹光临。我们是天下福。好，每个人来介绍一下自己啊。好，从俊霖开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长大了脸上就没有章鱼烧的贺俊霖。什么叫章鱼烧啊？就是之前嘛，就是我十二岁的时候，就是说脸还比较有肉嘛，哦，有肉，然后就可以做一个章鱼烧出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剪了刘海就变得非常严肃的张震岳。你可以不可以做一个很萌的表情，就突破你的严肃，好不好？来，三二一。谢谢谢谢。好，下面到天泽来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最近半年疯狂长高的天泽。所以你原来跟张震岳差不多高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也难吧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有。张震岳，也许你比他小半年，对不对？你多大？你多大？我只是说也许，没事，张岳，没事。你看我站到李翠英那边，我都43了，我说什么了？大家好，我是想变成成熟型男的陈喜大。哇。成熟，特别成熟。喜达，你回身看一下，成熟型男哪个是你的标准型？你觉得？吴尊老师。啊，最想成为吴尊。好，我懂你的选择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每个哥哥都值得学习哈，是不是？好，下面到敖子逸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的敖子逸。你知道你刚才打了个磕巴吗？是不是练了很久还打了个磕巴？是的。没事，再来一次，我们保证只播刚才打磕巴那一次。好，下面来陈鑫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想到外省就去海边跳舞的丁秋千。外省，这是我姐姐的儿子。我知道外省是姐姐的儿子，所以是你外省也在团队里是吗？没有没有。大家好，我是又有虎牙又有兔牙的马佳琪。你为你的虎牙和兔牙都很骄傲吗？就我在整牙。你在整牙，但是我相信你的粉丝们应该你的一切都会喜欢吧。嗯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了长沙之后努力吃青菜的宋亚轩。大家好，我是想在这个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小学生于耀文。你怎么可以讲出这么成熟的一句话？队长出现了，他们的队长出现了。很成熟。大家好，我是我弟弟的哥哥。陈子旭，你真的是揭晓了我一直没有懂的一个人生哲理。我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我是我哥哥的弟弟何炅。好了，我们期待一下今天那个我们 TF 家族在我们快乐大本营表现，欢迎你们，欢迎来，请坐。刚才呢，我们的新朋友 TF 家族全球首唱了他们的歌曲，然后呢。
我们请今天这个上世纪的这位几位朋友评价一下刚才，因为我们刚才集体观赏了他们的表演，请上世纪的这几位朋友说说自己的观后感吧。来，艾伦。啊，不，我觉得让我们这个上世纪的最大的老大哥来说一下。哇啊，岳哥，我觉得我穿成跟他们一样也差不多。好，来，吴尊爸爸，那个你评价一下刚才你看到他们表演。我自己本身因为之前也是一个偶像团体，对，曾经，对，那我知道说跳舞啊，然后那一种舞蹈的一些感觉是，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好棒。我可以把你们签下来吗？吴尊现在好有生意头脑。好，来，杜江好好说说。我作为一个2000后的爸爸，想起了我两千年前就是两千年前，你当时正在休息。2000年前，我想说的就是2000年之前啊，2000年之前，我小时候，如果当时有这样的偶像团体给到我看的话，我也会喜欢他们。哦，非常的有年轻活力。今天呢是世纪大同框，那我们看到呢那边是本世纪的来宾，这边是上世纪的朋友，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不断的比拼，跨越世纪鸿沟，来一次世纪大同框。这个首先我们要做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，小方小黑可以上了。现在他们俩很尴尬的要把它换一个方向，刚才那种帅气的把它打开就想甩身走开的那种潇洒的背影没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跨越世纪鸿沟，我们来个世纪大合影。来，准备，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欣赏一下 TF 家族的个人技啦。那首先是丁晨曦，请出场。来，晨曦，来，晨曦，你先说说看你要表演什么。一个跳舞吧。跳舞。来，丁晨曦请出列。接下来准备，我真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们，不管多大的诱惑，没有你和我每一天都是折磨，我有了女人，女人这样子下去，只要一看到你厉害，是会跳的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而且这个舞蹈当中慢慢的劲儿越来越绷得越足，非常精彩。来，谢谢丁晨曦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我们要请马嘉祺。就我唱歌啊，就跟别人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得倒着唱啊。好，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明，我已经决定要爱你，就不会轻易放弃。好的，谢谢。佳佳，如何评价刚才佳琪的表演？明年的今天就是大家继续支持你的日子啊，越来越火啊！很努力的表演，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上世纪的朋友和本世纪的朋友要进行一些有趣的切磋。那么接下来的比拼非常精彩，我们上一下道具。大本营现在继续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节，去年疯狂采购的东西，你今年都用完了吗？What？
那些曾经冲动买下最终闲置却仍然有用的物品，你是选择丢弃还是选择送去更有需要的人手中？他们或许是你的亲朋好友，更可能是某个偏远地区的留守儿童。在湖南湘西的花垣县，有一所只有一二年级28名学生的小学，吴忠碧是学校唯一的授课老师。当我们联系学校想要捐赠冬衣棉被时，老师却说孩子们最需要的其实是拼音学字卡片、字典还有课外书籍，因为知识才是帮助他们走出苗寨、走出大山的最好礼物。今天快乐大本营举办了一场闲置物品交换大会，不仅是号召大家合理消费、物尽其用，更是为18栋小学的孩子们送出最有用的礼物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派出了我们 TF 家族当中的3位作为主导人，由你们来为主进行闲置物品的交换。而这边我们上世纪的6位朋友来参加，他们也带来自己心爱的闲置物品。交换规则，TF 家族3位成员为交换 A 组，5位上世纪组嘉宾和维嘉为 B 组。每轮交换由 A 组一人从 B 组抽选2人进行物品推荐，并决定与其中一人交换，如对方拒绝则与另外一人强制交换。3轮交换后， B 组剩下的3人中再进行2人终极交换，最终嫌物没有交换出去的一位嘉宾将和快乐大本营一起为湘西18栋小学的孩子们送出一批新的课桌和书籍。第1轮 TF 家族张真源抽到的交换对象是杜江和艾伦。首先请张真源介绍一下你今天带来的闲置物品是什么，为什么会闲置？这是我妈送给我的，就是我们家族当中就有些人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，我就会拿它来提醒他们。我看看我看看，人体仿生学完美外形，精准穴位铺点按压，啪啪啪，矫正驼背，啪啪啪，通畅经络。我之前也驼背，然后用了这个就不驼背了。张真源妈妈的爱，让健康与你同在。好，这是张真源的推荐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杜江，先来展示一下。它是一个黑科技、高科技、重力感应。还有语音控制。天哪，这么多先进又酷炫的功能，杜江，你带来的该不会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吧？大家演示一下。我先这个。这朴素的纸质外壳，简陋的塑料机关，谁会相信它是黑科技产品呢？当你把一个饼干放在上面，然后打开这个开关，它就会放一首歌。如果你把这个饼干咬一口再放回去，重量发生了变化，它就会切割。那我们让真源试一下。对，吃一小口。哦，换一首歌。而是切割，不是切割呀。对，有多少首歌啊？一共可以放多少首？三首。除了仅有的3首歌曲切换，杜江还迫不及待要展示他的录音功能。张真源，祝你越来越帅，唱歌越来越好听。谢谢。当你下次吃饼干的时候，太难了，他就可以继续播放你的录音了。没有成功。这个就是它闲置的主要原因。这东西贵吗？你买的时候 不贵，这个是一箱饼干里面的赠品。接下来，艾伦一副志在必得的表情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实在没有见过这么无聊的东西。我们俩感受太一样，我也觉得这东西太无聊了。对，真源，所以我觉得你看完哥哥这个东西，就不会想要叔叔那个了。好吧。扎了一刀，就这么大。它是一个翻译神器，中文变成英文，英文变成中文。哇 ！A B C D E F G。这也是我那个不用它的原因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我们又见证了一次物品推荐的垮掉。
不过艾伦坚持，是因为机器没充好电才没有反应。那就接上充电宝再试一次吧。哎，我先展示它中文功能啊。你好。Hello。哎 ，Hello。我觉得这个来一句完整的句子，补录我刚才那一句。检验我的张真源长得越来越帅，唱歌越来越好听。Jang Zinyuan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handsome, and singing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. Yeah! 这个好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我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吴尊，这是 right？ 这是对的，可是他是什么口音都可以吗？我这种文莱口音可以，文莱口音我想试试看。你在说啥 ？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哎哇！什么东西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这个饼干挺好吃的。把我的还给我。什么嘛，纸盒子？张震源，你摸一下，质地是纸的。好轻。人家那个可是可以充电的。很好，方言也可以，你来一个方言，真的。下边那个，下边那个。你吃饭吗了 ？The first one is full。嗯？你吃饭没有 ？Have you eaten yet？ 这个真的好的。来，张主任试试，你用你的方言来。你吃饭没有？Have you eaten yet？ 简单的方言是可以的。这么好东西，你为什么要换出去？对呀，这么好东西为什么会嫌弃？现在屏幕下方已经有人开始抢购了。因为我现在后悔了吗？我不知道他能外接充电宝。好，张震源，你想要交换的闲置物品是谁的？一箱饼干里面的赠品，它可以录音，没有成功。什么嘛，纸盒子 ？Jang Zinyuan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handsome, and singing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. Yeah！ 我觉得我想跟艾伦，想跟艾伦交换。那个，你那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一个拍儿，拍儿，拍儿，我觉得他这个东西还不错。对，舍不得给吗？挺不错的。Yes yes， 我这个交换，真的挺好的。来，充电宝也送你了，来。第二轮选择交换的是 TF 家族的陈喜达，他抽到的交换对象是白敬亭和吴尊。喜达刚才拿到这个之后特别特别的开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。吴尊老师这个包好大呀，你确定？好，首先形容一下你那个，形容一下你的这个东西。我这个呢颜色比较鲜艳，但是可以在水里面用。可以在水中使用的颜色鲜艳的物品，不会是游泳裤吧？游泳圈、泳帽。作为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的陈喜达，他这个能在水中使用的闲置物品确实很可能是泳池装备。那么有没有人猜中呢？置换的闲置物品是什么？泳帽，我用了很多年了，就这个。有了这个帽子之后我没拿过第二。对，都拿了第三，冠军泳帽。哇，练习游泳六年的陈喜达，在家乡重庆的中小学生游泳比赛中拿过不少冠军。虽然目前暂停了专业训练，但这顶见证过他荣耀时刻的泳帽仍旧意义非凡。不知道吴尊和白敬亭的物品会充满诚意，还是十分随意呢？我很不吝啬的，好高级。我要给，我就是给最好的。真的，我说实话，虽然我看到这个泳帽，我觉得太用心了，把自己陪伴这么多年，而且一直带来好运气、好成绩的泳帽都拿出来。但是我觉得尊尊的这个应该是可以拿得出手，好不好？我也觉得他的很珍贵，我也想要，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可以让我的儿子学游泳。对，那我这个是一件衣服，哇！然后不是一件诶，它是一整套，有衣服，有裤子，哇，还有帽子。你应该没有这样子的衣服。三，哇塞！
一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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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太厉害了！哎呀，厉害厉害！还有裤子，哇，好有诚意！还有个帽子，还有帽子，还有腰带。是这样，是这样，要保持一种尴尬但有礼貌的微笑。为什么尴尬？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每一次去那一种，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有活动，有保安，然后有时候去机场，然后看到那一种在机场的那些，我就觉得说哇，好酷哦，这衣服。我还问过他们这个衣服有卖吗？啊！结果让我在网络上看到了。喜达刚才欢天喜地的表情稍微收敛了一些。接下来呢，还非常有文学气息，看起来很神秘高级的我们小白的这个物品就要展示了。先说说看，你这是什么？形容一下。也巧了，我这也是衣服，也是一件衣服。对。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当一名说唱歌手，白敬亭，这个想当说唱歌手的北京男孩。两年前带着梦来到了快乐大本营的舞台。我是白敬亭，我是白敬亭啊，哇、wow. 哦 ，Yeah， I'm so crazy， yeah yeah yeah。来到大本营这个舞台，我审视了我这个梦想，我觉得自己不太适合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一件衣服。这个意思是告诉大家你以后不唱 rap 了吗？也没有，也没有。不要啊！啊！啊 ！skr skr， 我是白敬亭，不是谁的替代品。总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，怎样努力可能都会有人对你不满。然而这些都不重要，视而不见，是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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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所以嘛，所以买多了嘛，就是你懂的。好，为什么陈喜达要拥有一件我不是 rapper 的 T 恤？提醒他不要像我一样这么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。哇！天哪，有这么高的高度！哎呀，我不会轻易放弃梦想，但是你的 rap 要加油，你的 rap 要加油，要加油 ！What？ 因为你被拒绝了是吗？这比拒绝还要狠。扎心了，老铁！你又不放弃，扎心了。干嘛说哥哥要加油？哎呀，小白不要伤心嘛。喜达弟弟也是希望你有梦就追，不要轻言放弃。好，那所以来，喜达，你要交换的是哪一位哥哥的闲置物品？哪个拿出来更让你眼前一黑？我想要吴尊哥哥的。好，吴尊同意吗？同意同意，我很想要他的帽子。对，好，那么第二轮陈喜达的泳帽和吴尊的保安服达成了交换。最后我们来看看 TF 家族的贺峻霖又带着什么来和潘粤明还有维嘉交换呢？来，先形容一下你的这样东西。它是一瓶消毒水。 What？ 哎，你是来骗哥哥们好多话、哎、我来跟你换一下。哎呀妈呀，可以的。哎呀，还有人可以啊。稍等稍等，两位别着急，他没讲完他这个为什么。好好，你小小年纪，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。哎，被人送消毒水的心情不那么愉快。那刚才还有人被说要加油呢，万一打开瓶盖还要再来一瓶呢。潘老师，哎，你说对了呀。你怎么知道呀？潘老师，要不够的话这还有呢。绝不让你失望。潘老师说我送鞋送两只，我不能拿到三瓶吗？来，我问一下俊霖啊，来到快乐大本营带三瓶消毒水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嘛，啊，我就在网上看到购物节，对这个东西，嗯，然后我就想着，反正便宜嘛，嗯，多买一点。结果去年买的，今年都还用不完，对，家里还剩一箱了。啊，你是在零售吧？孩子，你那就不叫购物了，那叫批发。潘老师，你的这个名牌的运动鞋，
我呢，其实不好意思啊，我的鞋盒其实是限量款运动鞋。对，但来得太急了，有点着急，没办法。但是我带的其实是很多非常好的好吃的。我这人对，我比较爱吃嘛。对，鞋盒里放的是零食。不是，我没找着那个，我要早知道我借个编织袋也行。对。这主要是什么？是我刚拍完那个戏啊，我每部戏我要买好多好吃的拍戏嘛，没吃完，我说这么多小孩一块分享，这不是小孩不对，潘老师不对啊，你这个酸奶，10月4号就过期了。潘老师，以后拍戏别囤太多零食了，不仅吃不完，过期太浪费，也不太有利于身材保养。你这盒里有没过期的吗？有，我因为我比较爱旅游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个好，对。然后我买了很多那个，这个你看我，因为我比较爱画画嘛，所以我就经常去参观一些那个博物馆啊、故宫啊，然后买的那些毛笔，这个好，然后这个好，啊，北京故宫它这个有那个成套的绘画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对，成套绘画就厉害了，木笔。对，这你舍得拿出来换呀？舍得拿出来换，为什么呢？它为什么会闲置呢？其实毛笔它的寿命很长，嗯，对，但是我呢，对，又是比较忠于这个东西，嗯，对，所以有时候经常会买一大把，你又用不了那么多。爱买毛笔的潘粤明，私下可是一位书法和毛笔画的高手，这慵懒的小猫、萌动的锦鲤等等，都是他的作品。这个爱好还带动了一批喜欢他的人跟着练字绘画。潘粤明的鞋盒里填满了物质和精神食粮，可以说非常的正能量了。那么维嘉的编织袋里装着什么呢？其实里面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，叫做热水机，一瓶矿泉水加在里面可以马上变热水出来。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要喝点热水，不要多喝冷饮。你可以过来看，没事，小哥来。其实就这样对着，好，OK 了，然后打开以后，现在的水温是22度，对，先按热水键，然后就100了，对，然后再按出水键，这样就是，你看，就是喝出来的水就是热水，怎么可能？你看冒热气，看，哇，嗯。厉害哦，好烫，根本拿不起来，就是这才是，试一下，你看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？有可能有23度吧，但是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嗯，看出来了。对，你这么小的小孩怎么学的这么敷衍？怎么这么敷衍？敷衍吗？精美的画册、铅笔、毛笔和高科技的快速秒出热水机，面对这样的选择，小何同学你怎么选？那个秒出热水机，他没有秒出啊！你看看他努力的背影，你看看他一直在那努力的背影。是这样，人生不要纠结于秒数，秒出是一种形容，一秒也是秒出，500秒也是秒出。给他一点时间，年轻人那么着急干什么？你的路还长，我都不着急这几分钟，嗯，对吧？重点是。提醒大家，再年轻的胃也不要常常用冰水啊、冰的饮料去刺激。听过了何老师给秒出这个词赋予的人生和养生意义，贺峻霖的最终选择是谁呢？韩老师这个耶，哎呀，好，两位交换成功。三轮交换过后，还有杜江、白敬亭和维嘉的物品被留下了，究竟哪样会被最终闲置呢？我们就请杜江来发出你的邀请，好不好？来吧，你选哪个？这两件我都还挺喜欢的，这衣服也挺好看的，还有你的梦想在里面。但是杜江哥，我觉得你要是跟我换的话，我觉得我这个 rap 还能再学习一下，我还能再重燃一下我这个 rap 梦。啊，真的吗？对。维嘉老师，这个我也喜欢。我们拍戏的话会非常方便。我觉得你的胃可能适合喝点凉一点的东西。你身体好，素质强，你还有摸一摸胃，哎呦，这么硬，还有是好胃，铁胃。其实对于我来说有格外的需求。小正合适，我给儿子冲奶粉。这个太烫了，我喝不了。100度啊！
我懂了。你懂了。嗯，我懂了。好，祝贺维嘉和小白交换成功。我要到了我自己最想要的啊！我就一直在默默的祈祷，说不要有人拿走 rapper， 不要有人，我就真的一直想要。天哪！啊，对。恭喜所有交换成功的嘉宾。温暖有你，快乐出发。录制结束后，快乐大本营购买的物资也带着我们的爱，被送到了十八栋小学。冠名的快乐大本营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接下来进入一个跨世纪的大挑战，两边本世纪的、上世纪的都准备了一位非常厉害的能人出来挑战。对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请出一位呢，我们上个世纪的好不好？好，一位跳舞达人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陈丽云，欢迎。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立宇，认识我的朋友都喜欢叫我宇哥。宇哥好。宇哥你好。你好，宇哥，你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年纪吗？我八年底的，今年35了吧，将近。说得这么模糊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到商场里面做防审员吧。你在跳舞机的这个比赛当中拿过奖是吗？拿过什么奖？长沙花式的冠军。我们长沙市的花式冠军是一个35岁的男人，是这个意思是不是？这样话不多说，你先来一段表演，我们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，好不好？我们欢迎丽宇来。谢谢，加油加油加油。还有账号，还有账号的。你看这就知道是厉害的，这是不是自己家里的？对，哇哇哇，帅的呀呀呀呀呀！顿时感觉就不一样了啊！哇，大师啊！还背身，你看吗？这是我的朋友，都喜欢叫我宇哥。花式冠军是一个35岁的男人。
你整个人很有内容啊。好厉害。你觉得你是属于什么样的舞风？爵士舞风。爵士舞风是不是？所以你太太有看过你的表演吗？看过吧，应该。她喜欢你的表演吗？还好啊。那我想问问你，你为了玩这个跳舞机有专门去学跳舞吗？就是回家学的那个地方。我的导演带我去他的那个舞蹈工作室去跳过。我以为你偷偷背着我们在学舞蹈。是他租的。所以为了那个在跳舞机的这个比赛当中可以拿好名次，也要去学一些专业的舞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非常厉害，我们看到他成绩很好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陈丽宇，谢谢。这样，我们也谁愿意来尝试一下，来玩一玩，啊？已经我听底下在喊潘哥的名字。双人舞吗？双人舞来一个。潘老师，你再点一个。点什么歌啊？点一个人，点一个人。点一个人，拉一个人下水。来，艾伦。没事，咱俩一块上等于四个人。对。对。就唱那个。王蓉，王蓉，王蓉，那个小鸡，小鸡，潘哥加油！艾伦来了，艾伦来了。哇哇！想到他们两个里面有一个是白跳的，就觉得好心酸。我们是年轻人。非常棒。接到本世纪的我们 TF 家族要推选的一个很厉害的能人，来，阿紫给我们介绍一下。要推选一个非常厉害的00后小朋友，名字叫王恒毅。王恒毅，因为我了解到 TF 家族呢，最小的12岁，最大的15岁。那我们王恒毅小朋友到底是十几呢？我们掌声欢迎他。哇，好可爱。你好呀，你好，悠着过来，来，我们机长 ，Give me five， 耶！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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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哇，这边，这边，哎呀，好，首先王恒毅代表我们本世纪的带来一个表演，叫嘿嘿哈哈，是吧？对吧？你准备好了吗，王恒毅？准备好了，来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开始。哎呀，我一回头看你们好老啊！那个王恒毅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他呢虽然是你3岁对不对？嗯。你自己说吧，你几岁？我今年3岁。你认识多少个字？3000。哇。3000。等一下，他不是只认识三和千，他是认识3000个字。所以你都读了很多书对不对？嗯。嗯，那你知不知道叔叔和哥哥的差别？这个是叔叔还是哥哥？好认真的表情。这个呢？这个是叔叔还是哥哥？哇哇！他不属于3000个字里面的。这是谁呢？这是姐姐还是阿姨？阿姨。啊？啊！
这个呢？这个叔叔还是哥哥？这么难呢、啊？这个题？你在犹豫对不对？哎，我第一次生动的看到一个词，实话。好可爱。好了，我们不说叔叔哥哥的事情了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们那个王恒毅小朋友非常会背古诗，而且是只要开一个头，他就会溜溜非常顺利的把它背下来，可以吗？我随便讲，可以吗？啊，我随便翻了，我随便翻，我突然就翻到一页。洛中访袁时宜不遇，洛阳访才子江陵作游人，闻说梅花枣，何如北立春。好厉害、啊、好棒啊。我们随便再请这边我们 TF 家族的朋友随便翻一个。我语文白学的。好，这个好，翻了一个这个赠汪伦。唐李白，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，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好感人，好棒哦！而且你们看他是叔叔还是哥哥？他是叔叔还是哥哥？这个怎么这么难、啊？千古之谜！你看，你告诉我这个答案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。他这个书已经翻得皱皱，他非常爱读书。好时候，我们再随便再考他一个，好不好？这个啊，好，这个啊，哇，这个有点难。送元二使安西。唐王维，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那他是哥哥还是叔叔呢？等你想说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呀。是这样，这个小朋友其实有非常多的才华，但是他今天主要展示的是中华小曲库，听说只要听到前奏三四秒他就能猜出是谁。干嘛？这是这是要冲去哪儿？怎么要起飞啊？看到谁了？怎么了？爸爸啊，哦啊，啊，不哭不哭，不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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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多人太紧张了，好乖，我们给他鼓掌好不好？好棒好棒，大家都很喜欢你，你特别棒特别棒，先去抱一下，先去抱一下嘛，抱一下抱一下，抱一下嘛，抱一下，对，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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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平时你会说冷笑话？你会几个呢？你会三个，可以说四个吗？就三个。三个，那先说第一个好不好？先说第一个。有东京、南京、北京，为什么有星星？没有西京。有东京、南京、北京，为什么没有西京？不知道。西京不对，唐僧取走了。好笑了，好笑了。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有一只。越跑越快，最后就变成了什么？有一只鹿，什么？越跑越快，最后就变成了什么？一只鹿越跑越快会变成什么呢？不知道。一只很大的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。好棒好棒啊！还有第三个是不是？何老师，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张白纸。何老师，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一张白纸，那么纯洁。因为你很纯洁啊。哎呀，你这不是我们刚刚播过的节目吗？你好棒啊！棒。那这样好不好？那这样，小易，小易，小易，接下来，小易，王恒毅，他就是表演一会儿，奶奶表演一会儿，哭一会儿是吧？表演一会儿要到奶奶那儿充一下电。王恒毅，你坐在奶奶这儿，坐在奶奶没事，你坐在这儿好不好？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个再见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在那儿，上台跟大家说再见。好，来，所有的朋友，掌声给王恒毅。你跟大家说再见。拜拜，拜拜。王恒毅，你是不是下次可以来给我们唱歌听，好不好？好吗？下次好不好？你今天唱吗？下次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宝宝，太可爱。
哎，他真的就是回答问题特别镇定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我们接下来我们自己玩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小易，你待会儿看了你要觉得好玩，你就上来玩，好吗？啊，听。大家听好规则啊，这个听前奏抢歌的歌名的游戏，没有开始这一说，听到前奏觉得知道了就可以了。请放第一首。一剪梅。哇，这么快的吗？上个世纪队。上世纪队。一剪梅。我们来请听正确答案。费玉清唱的青青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。有副歌吗？日出时候，万丈光芒照耀你我。好，下一首，加油，下一首来。什么？逆战！逆战！小杰的逆战，对吗？让我逆战，逆战来也！我快要狂野，闯荡宇宙，摆平世界。哦，逆战，逆战狂野！我快要发泄，战斗是我们倔强起点。中了，中了，零零后的歌。下一首。这就是秒。啊，大梦想家，大梦想家。直接出来说出《青春修炼手册》。不是，没错，大梦想家族的族歌都忘了。不是，不是我。家法伺候。我太激动了，然后对，好，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唱出来，好不好？雨再大也总要回家，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，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，力量无限放大，我们被小事打扰，被心事烦恼。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，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，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。好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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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换下一组好不好？换下一组的朋友来，请上场。海德，我觉得你咋的了？压力有点大啊！刚才我们在答题的时候，回头看到这三个字，你听过吗？不知道。感觉到了，他们走过来有点疑惑的。这样子，选手准备好了吗？只有一姐来准备啊！来好了吗？来了，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，加油啊！请听这首。拔萝卜，等一下，拔萝卜。拔萝卜。哎。耶耶！这正是你们一零后的歌。耶。观众不可以出席，你要不要上台来？哎呦哎呦，你要来吗？应该来我们这边。跟你玩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哥哥一起来吧。没事，让他在下面打吧，他喜欢在下面打。这边子怡特别可爱，说既然他不愿意上来，我们搬下去玩。哎，也是个办法啊，也是个办法啊。上一个，好，下一题。父亲，来吧，跟我们玩嘛。父亲，他说，他刚才说，叔叔你就抢嘛，抢完我帮你答。哦，这个歌我特别熟，因为这个电影是司燕演的。哦，又发糖了，又发糖了。好，我们下一首。
我要看那个小朋友说什么。龙的传人。啊，龙的传人，好像不是。对不对呀？对。小会唱这个歌很厉害，很厉害了，很厉害。来，我们掌声再一次谢谢我们三岁的王恒毅，谢谢。提醒您下期看店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则招聘广告。数字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大先生，这里吸引了成百上千的观众来观看这几位应聘。我们这里有最专业的面试官，最会赚钱的就是我们部门，公司赚的钱都归我管。你只要干得好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哇哦！然而应聘者关心的却只有伙食怎么样，假期呢？我可以带一个秘书。公司在哪里啊？我们的应聘者都非常优秀，他们具备了颜值和经验、人际交往能力、投资能力和预测能力。不好意思，我编不下去了。他们擅长的其实是扔人、狮子、大变活人、胸口碎大石、相声。六年前胡歌同款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衣哥。不仅衣服属于你，人也属于你。情商考验，他们机智过人。你就是我们家长吧？ Oh, no. 我觉着这是压榨您的身体啊！再买点股份，公司就是我的了。团队协作，他们齐头并进。不能有掌声吗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，再请呢。